大家周六好，我是芳姐。哎，刚洗完头，还没吹干呢。我老公就说啊，今天天气很好，坐到外头去，你把桌子擦一下。哎呀，我就是他老妈子嘛，真是。不过有时候他真叫我妈妈，我叫他儿子，他也答应了。竟有这样的人！现在我派他任务了，让他去买面包去了，因为家里的面包没有了。他昨天晚上从瑞士回来，已经都很晚了，也不高兴做了，是吧？也不能把人家当机器人了。所以呢，他问我了，他说啊，是不是我没有给你做面包，你生气了呀？还是你不怎么喜欢吃我的面包？我说这就是明知故问，男人有时候他也会用旁敲左击的想问你个明白，他就想听到你说没有啊，我很喜欢吃啊，就是他想等到的答案。今天天气真的非常好，我头发呢我就觉得因为天气好嘛，所以我就不用吹干了，等会儿太阳一晒，外头风一吹就好了。看我今天是不是穿得很职业，看肚子有点大。这个衣服呢，其实呢它是感觉有点像真丝的，一洗呢就有印子，烦死了。我这个人又不喜欢熨烫，哎呀懒呐，没办法。本来呢打算呢今天呢我们是到另外一个镇上面去吃早餐的。为什么要去那个镇呢？每年我们夏天都要去，因为2014年的时候呀，他从机场接了我，7月5号，我记得特别清楚，2014年的7月5号，他接了我之后就把我带到那地方去吃早饭了。第一次吃的呢，而且还是德国的白香肠，放在水里头煮的那种白香肠，很滑稽。所以呢，我们就是每年都会纪念一下，怀念一下子以前。真的，你想想看，2014年到现在已经7年了，多么不容易。7年前的我还是胶原蛋白挺多的，现在的我啊，已经快要奔40了。不堪回首的往岁月，应该是没关系，心态好，所以我要调整心态，由内而外的散发出青春的气息。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只能靠活在美颜世界里头啦。好了，我赶紧去擦我们家的桌子了，免得等会他回来我还没擦好。现在就把擦一下，看着不脏，其实可脏了，脏不脏？都有好久没有坐到外头了，还是8月底的时候我们坐的，都1个月了，你看也3、2星期也不在家嘛。太阳好起来了，我家的这些花啊草啊也挺开心的，哼，挺不错的。看某人买面包回来了，没有到我们那里 Trevor 那家，他说没有蝴蝶结面包了，所以他跑到另外一家去。 Is it in our here? Upstairs behind the bridge in the land behind the bridge。 吃早饭了，简单吧。面包，他买的那个面包感觉有点不咋新鲜了，时间长了吗？ You buy them. The bread's already old. Already old from early morning. Totally soft. 所以放在烤箱再烤一下，加工一下子。I just moved them. 看看这个是加工过后的蝴蝶结，这个蝴蝶结包的不咋好看啊。手艺不咋好，烫死了，妈呀真烫。我在楼上把这个床套被套啊给换了，你看我这个被子，被套是从国内买的，去年买的寄过来的。我要把地上再拖一遍，我老公在楼下把我家那个就是餐厅旁边的那个门呐、装了窗帘。看看我们家这个装起来了，很快呀。这个本来今天不是说要出去吗，就是因为要在家里装这个，要电钻钻，没办法，所以呢只能星期六弄，星期天又不能弄。周末在家真的还挺忙的呢，打扫卫生就打扫了半天，现在屋子里忙好了，赶紧把外头给它浇浇水，天气干嘛，干得不得了。你看这个草啊，它都发黄了，也不知道是天气的原因，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都给它浇浇水。看我的花也需要水呀。
看了窗帘，你看一开始把这个，这个有点晃嘛，给它钉到墙上去，要打孔，所以在这弄啊，都是要吵的活，很吵。看家里头东西，设备挺齐全的吧？现在打孔。这个东西给弄上去，这个就不会动了。刚才那个孔要重新打一个，之前的不能用。我老公在下面弄那个洗手台呢，我再看看这个还不错。看这个弄起来之后，现在就牢固了，就垂直了。你看，挺好的这家公司，一共花了170多欧，还不错啊。就是因为要放到这个地方来，就是不用。就是把那个卷帘门，就不是叫卷帘门，就 Rola 的拉下来了。因为有的时候 Rola 拉下来之后，这里就不好看嘛，就是看见那个不好看，我老公就说给它遮起来，这样比较好一点。我说只要他弄，哎呀，不难弄就行。因为这些东西你都要自己打孔，要打直了，垂直了，要标准了，相差一点都不行。还好这个好弄，不然的话我们俩又得要争吵。看现在好了，晃都晃不动。哎，这样挺好的。现在我们这边再去弄一个，就是有点像塑料板一样的遮起来，不然的水会进到这里头去嘛。所以呢，我们现在赶紧要出去买，明天可以弄一点，也不错。我们已经到 Hornbach 了，看看现在他们打折，最便宜打八，就是两折只有，哇，没有买，因为都是外头放的这些东西，所以进去外头有点。起风了，晚上就凉透了。我老公去买他的东西，我来到这个花园地方来看一看。每次都要看，没办法，控制不了。太喜欢这些小花花们了，但是我养家的时候养养就养死掉了，真气人。到外头来，这些花可以适合长在外面。妈呀，看这个花漂亮吧，真漂亮。这种小的养不活，所以我也不买。菊花已经有了，哎，在中国的菊花含义不好。看看这些花，哎呦呦呦呦，真呀嘛真好看呐、啊。这种玫瑰花还挺贵的呢，开的这么小，谁买你呀、啊？真是的，也不打打折，打折一点还好一点。这种花，它可以常年开的吧？应该是，啊，可以，来盆这个吧，3.99块，还行。走了走了，外头太凉飕了。在里面看到现在在收花种子，这些都是有点长得像洋葱的。在这边一看，哇塞，这个南瓜好大，我南瓜也吃的少，那这种南瓜长得奇形怪状的，能不能吃啊？还有玉米呢，干的玉米啥都能卖。看这个价格，它是拼盘的，你看组合起来的，还挺贵的，16.99块呢。这边也是有点像那种郁金香，郁金香的这种，看买好了，就是这种塑料的这种板，挺便宜的，还可以免费切呀。然后我呢买了这个花，还是这个花，这个1.99块，然后买了2包种子，花种子。买完了东西，现在去超市去买点肉，还有我最喜欢的新鲜的葡萄饮料，就是新鲜的葡萄酒。哎呀，忘了带那个盒子了，因为它那个这种做的这个东西啊，它是盖子是不紧的，它容易漏出来，所以只能用我的大腿夹住它。手拿两个，最多买3瓶，4瓶都买不了，真烦人。
因为平时没时间去买，我自己买又买不了，你想想看，晃荡晃荡的就晃洒掉了，那东西很甜的，黏不拉几的。现在我们到别的一个地方去，刚才从红坝出来嘛，离这边近的一个地方，我们现在就来买这个，再挑一些肉回去，一个星期了没肉啊。这边这个瑞亚的超市格局跟我们那边不一样，一进去乱七八糟的感觉，看这个大南瓜，人家都雕刻用，芒果芒果，我挑两个这个，挑两个这个牛油果，牛油果好小啊，这个好软，太软了就不行。两个够了，这边卖肉的地方好像挺多的，我来看看有没有我要的那个肉。这边都是冻的，这边是这样子的，挑挑有没有 soup and chicken 烧鸡的那个肉，烧汤的那个鸡肉，想买一点五花肉还排骨的，结果一个都没了，小妈妈这个肉都已经没有了，只能买的鸡肉了，没办法，等我到 Lidl 里头去看看有没有猪肉卖，因为我这一个星期你不让我吃肉我受不了的，我要发货的，所以但是没有办法，全部卖完了，上周六也是的，所以下次买不能星期六买了，肉都没了，像我这种无肉不欢的人怎么活呢。我们现在已经到我们家这边的 Lidl 了，咦，他有猪肉，我就买点这个猪肉好了。现在超市里头都已经卖圣诞节的东西了，谁吃啊？这些我真吃不了。这个也是，有一股就是那个叫什么的桂皮呀、啊，那种香味儿，受不了。但是这种饼干我还是挺喜欢吃的。我看到丽的这个超市里头也有这个东西，看。也有这种小跟小瓜似的，然后这种的，嘿嘿，还不错，还有呢。到家了，到家了，看今天买的，还有好多水，五提水，30瓶水，还有6瓶果汁，都在仓库里头放的。你看买多少东西，提死我了。今天出去买东西啊，时间太长了，所以呢，吃烧烤这种烤肉。我跟你讲，我买过很多家，也可以，也是到人家那种专门卖肉店里头去买腌制的那种，不好吃。我们只喜欢吃 Lidl 这一家的，以前他还有那种辣辣的那种更好吃。所以呢，肉是有了，那蔬菜最起码弄个沙拉吧，荤素搭配，营养美味，对不对？所以弄个沙拉还不错。现在就赶紧弄，已经不早了，吃晚饭喽。这个肉就是永远都是那么嫩嫩的多汁，我的沙拉也好了，吃吧。嗯，刚才尝了一口，这个肉好好吃啊。嗯，好吃。嗯，纯生菜沙拉，哎呀妈，我就放了一点点醋，我老公放了那么多，加在自己盘子里，白的很酸呐，很酸呢，好吃。今天忙死我了，楼上打扫卫生，楼上打扫卫生。三楼全部吸了一遍，把床单被套给换了，把衣服都给洗了，
因为我家楼上地有一个月没吸了，上周可以吸了。为什么没吸呢？因为我把那个就是吸尘器的过滤网给洗了。太饿了，饿死了！一块小小的肉片吃完了，再等第二个。我跟我老公讲了，下次呢，就是这一个烤好了之后，我们正在吃的时候把那一块放在上面继续烤，不能等。等了之后你吸了之后就不想吃了。现在我要打开早上我老公给我买的这个甜点是什么呢？哎呦，石锦水果，跟果冻一样的。等会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看一看，这个样子，这个样子的，还挺好看的。等会吃，水果有草莓、猕猴桃，然后这个是葡萄，然后还有橘子，还有。应该是叫菠萝，菠萝菠萝蜜，哈哈！哎呀，还要等这个肉，真的急死人，急性子人真不能等。第二块肉也好了，快快快，给我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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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猪肉，猪颈肉。猪肉的话，大家烤的时候一定要给它烤透了啊，不烤透的话，猪肉它有寄生虫嘛，所以一定要吃的时候注意一点，哈哈。Right. Good update. 等会儿喝酒。但刚才我老公问我了，你要不要喝啤酒啊？我说我现在很饿，我不想喝任何的东西。等我吃饱了之后，我再喝。哎呀，实在太饿了。第二块肉被我两分钟不到吃完了，沙拉也吃完了，现在就吃餐后甜点。哈，我老公说你喜欢吃这个蛋糕吗？我说这个蛋糕我还没尝呢，我这个真的是蛋糕哎，看，我还买了另外一个餐后甜点，看看我的第二个是这个陶土。就是有点巧克力，有点像那种的，等会尝起来看看什么样子。又吃完了，嗯，看这个，我老公看到了之后，他说他要尝一口。他平时他从来不吃这种甜的东西的，蛋糕之类他只喜欢吃，奶酪蛋糕，其他的不吃的，他自己做的那种才行。哎呀，今天说去到那个超市里头去买那个就是新鲜的葡萄酒，结果呢没有了，哎，真气人！星期六一买啥没有，真的是气死人。明天啊是德国的重要一件事情，德国要选举他们总理啦，就是麦大妈，就是 Angela Merkel， 她要换位啦，她要让位给人家上去了。看看我老公真会享受。浓缩咖啡，然后呢，嘎帕绝配，你知道吗？真的是享受型的不得了。我就把 Don't eat liquid。Yeah， 碟子就放到洗碗机里头，结果某人就尝了一下子。其实我很喜欢吃这种可可粉上面的东西，他说这里头有水呀、啊，好像水一样，其实不是水，它就是这种。我尝一口。它就是这种稀不拉几的，还行，巧克力味的。9.99，你说能买到啥？可以了，已经把厨房打扫好了，吃个苹果。人家说每天坚持吃1到2个苹果，皮肤会很好。我不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先试了再说，不试你怎么知道呢？刚才我老公
在翻他自己手机里头的相册，看到我的照片了，他说哎呀我老婆好性感。我说你别老说你老婆性感，等会儿我体重就变轻了，我要飘了。外国人表达他很直接也很执着，他认为你漂亮，认为你性感，认为你好，就一根筋的认为一直执着下去。他认为我好看，我的妈，在中国人眼里我就是一般般。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上海去接他，然后结果呢，我们是从他到我们老家宿迁去谈客户，跟客户谈生意嘛。然后呢，我就从打了一个顺风车去接着他，从上海到宿迁。结果人家拼车的嘛，不拼车贵嘛。那个司机是个男的，他自己的私家车。他说：“啊，就你长这样，在外国人眼里是不是美女啊？”当时我就愣住了，我说心里想，这个人有没有脑子呀？他说话不经过大脑的吗？你是不是有的话该说不该说，对吧？他直接就是问我这样子。我说是的，在我老公眼里我就是个大美女。不好意思，你给范冰冰给他还不喜欢呢，他认为眼睛太大了，哎，他不喜欢，他就喜欢我这个。我说他就喜欢我这副德行。后来他也拎得清了，感觉我有点生气了，后来不说话了。所以外国人审美跟咱中国人审美还是有点区别的。其实他们也不是说所有都喜欢特别小的眼睛，每个人有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嘛。有的外国人喜欢大眼睛的，有的人喜欢肤色、头发的颜色呀，还有身高呀、身材呀，对吧？我们说的是外表啊，那内心的话，你想想看，你长得再好看，或者你长得很难看，不对他的胃的话，都没有机会去了解你的内心。所以外在还是很重要的。我老公呢，他就比较喜欢黑头发的，所以大家看我头发一直是黑色的，都没染。以前我也染头发的，就是为了他喜欢他的一句话。你看，为他，我的长发，我的黑发为你而流啊。他是不是感觉的应该庆幸啊？我觉得是。好了，话不多说了，祝大家周末周六晚上愉快，咱们明天见。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订阅或者转发，再加一个按一下右上角的小铃铛。好了，咱们明天见吧，拜拜。